将进入我国禁限制水域，请立即调整航向。海巡人员广播驱离，中国海警船术后16号连两天再度闯进金门的禁限制水域，海巡立刻出动，全程伴航，直到中方离开，中国频频越界，挑衅意味浓厚，就连美国都喊话，别轻举妄动。美国国务院16号表示，北京持续的挑衅行动，对台施压，反映中国试图片面改变现状。美方并呼吁中方自治。学者分析，中国可能复制钓鱼台模式，频繁的派船只侵入我方水域，不断进行灰色地带作战，对我国的友好视而不见。你们下完之后还会有第二个下吗？中国渔船日前在金门及马祖海域发生意外，台湾海巡署接获通报之后，出动船只和潜水员配合中国全力进行搜救。沉没渔船上共有6人，其中2人获救，2人死亡，另外还有2人失踪当中。不过，就在我方海巡派人协助救援，中方却不断放大死伤悲剧。前脚才刚得人助，后脚就入侵台湾海域，遭到驱离，几乎占尽台湾便宜。立委痛批中国蛮横霸道。中国大陆的海警船不断地进到我们的禁限制海域的话，那这个很明显的那就是破坏现状。在需要协助的时候，我们会伸出援手，这就是台湾人善良以及有同理心的一面，跟中国不一样的一面。所以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两边绝对不是同一个国家的人民。北京当局加强施压，半岛电视台报道，中国人民对战争不怎么感兴趣，更直言一般中国人没逼政府实现统一，是政府逼迫人民必须统一，应该要先解决国内经济恶化等问题比较重要。中国海警船频频越界，引发美方关注。三立新闻黄晨波马玉滚台报道。